嗨，大家好，农历新年已经过咗啦，咁咧差唔多好耐冇见嗬，咁欢迎收睇我嘅新港台频道，我系 K 仔哥哥。今日咧就约咗一位朋友出嚟行街饮茶吹下水啦。你哋喺我个 vlog 入边嗬，16个 vlog 入边嗬，从来冇见过有女仔嘅嘉宾系咪？所以今日咧第一次就约咗一位女仔嘅朋友出嚟去吹水饮下茶。咁阵间就介绍俾你睇下佢系边位先。咁咧为咗佢嘅方便嗬，呢条 vlog 我会用华语同英文参参嚟介绍。OK， 首先让我先介绍啊，我是 K 仔哥哥，欢迎收看我的新港台频道。农历新年过了，很久不见，今天约了一位嘉宾出来，在我的 vlog 里面，16个 vlog 里面，你们从来没有看过有女孩子的嘉宾，对吗？所以今天我就约了一位女孩子嘉宾出来，想知道她的庐山真面目吗？那就介绍给你们认识咯。嗨，介绍你自己一下。Hello， 叫什么名字？你叫 Hello。你来吧。How to pronounce your name？Clarice， Clarice 啊 ，C L A R I C E，OK，、okay, 还有他的华语名很好听的，叫什么蛇什么？慧珍，我还以为蛇是曼嘞。哇，这就好了。要跟你讲一次啊，你是我的频道里面的第一位，唯一的第一位女嘉宾。你确定是女的吗？你不是女的。然后感觉如何？不错、啊，真的、啊、join 你的 product。OK OK， 然后很多朋友问我嘞，包括我们认识的 mutual friends 啊，他说为什么你的频道没有找女孩子的，全部找小鲜肉的？然后我说 OK 啦，因为女孩子很难约到嘞。然后我就想想看，哎，对哦，就找你啦，因为比较有性格，就找你出来咯。那今天我们要走街吹吹水了哈，广东话讲吹水聊天了哈。然后我们现在在哪里啊？你跟他们讲一声。我现在在一个算是 Galang Wave 的地方。Galang Wave 对 ，Galang Stadium。今天出来呢，就是要做两件事啦，就是约她出来 ，OK。第一次约女孩子出来，第二件事呢，就是要访问她，因为她也是有参与我的那个微电影的拍摄。她在我的微电影里面是饰演一位不利的女朋友。那么这一段访问她的哈、哦，会在那个 Cast Interview 的 Vlog Different Vlog 那边播放，所以记得留意哦。那我们待会见吧。可是你没有看到 line， 没有看到 line 哈、哦。啊。你的眼力好吗？帮我看一下。好方便。看不到哎。啊。看得到照片吗？你 try 翻。看你。然后现在我们来到了 Kallang Wave， 是吗？ Kallang Wave， Kallang Wave 对，后面就是那个什么 Indoor Stadium 啊，对吧？然后里面是一个什么 Shopping Center 来的 ，Shopping Mall 来的，然后就没有拍里面的 Shopping Mall 啦，大同小异啦，哦，然后只是今天出来走走，第一次约女孩子出来走走逛街，哦，重点，差点忘记了，这个要解释一下，要不然你跟我跳进河里都洗不清哎，因为哈、哦，我刚才讲。第一次约女孩子出来，你是我第一个、第一位女嘉宾在我的频道出现了、啊。他没有把我当女的，放心。对，要说清楚啊，我们是好朋友的关系，不是男女朋友哈、啊，这个要讲对不对？因为他没有把我当女生，没有人把我当女生。对对对，我把他当成是我的兄弟一样。OK， 再次强调、啊，他是我的好朋友。Okay, brother， 对，哇，我们不是男女朋友的关系啊，所以，某某人看了还是谁看了哈，请不要误会啊 ，OK？ 因为哈，很多人 comment 问我为什么我的16条影片里面全部都是小鲜肉，没有女生，所以我今天就找了女生出来上我的微影片的，不是女生的女生，对呀，这个你听得懂的人就会明白了哈。而且哈，我要说有机会的话，我们可以去来 short trip 吧 ，JB one day trip， 然后我们来 one day short trip 啊，走走逛逛，可以啊，可以呀、啊，或者说 Asia trip 也是可以了。等那个什么 COVID-19 过先了哈，那个要等先，要等先了哈。现在我都不敢出国了，真的，所以你们要
要包容一下我的观众，因为最近这个肺炎 COVID-19 所以呢我无法出国拍摄，只能在本地少人的地方拍摄，这个地方算蛮少人的了，对对对，我尽量找蛮少人的地方来拍了，所以你们要包容一下，耐心的等待一下我出的影片啊，安全起见啊，我是会带你们出国拍摄的，看到我去哪里去哪里，所以我会跟朋友约了哈，所以我们可以再 arrange， 可以可以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哪里走走？看海，看海啊。海好，那这个是单身狗的啊，单身狗节目，听海啊 ，OK 好，等下我们去看海喽，顺便唱听海。一丝浅浅。呀呀呀 ，OK， 所以你要走哪里 ？OK，Let's、okay, go。OK， 看有人划什么？那个叫什么？独木舟是吧？好像是。Dragon boat， Dragon boat。嗯。看到吗？看得到。后面。看得到哈。看得到。我拍得到吗？哈。我不知道，看不到。啊。有拍到他们在划吗？有了哈。有吧。对对，还看到摩天轮啊。呀。不错了，这边不错了，蛮美的。做了好，这边，完美的。拍拍。哇，我很想去玩这个嘞。久了没有打了，以前在圣淘沙打过，然后现在就没有打了，看到吗？应该是小鲜肉来的了哈。家人吃晚餐，我也要赶着回家做我的东西，然后我们期待下一条影片再见，可以安排出去 vlog 还是去哪里走走了哈、可以啊，说、请记得 once again 呢、subscribe 我的订阅我的这个频道，按铃铛、然后我出影片的时候你们就会收到通知，重点给我一个赞，然后分享出去给你的亲戚和朋友，还有跟随 follow 我的 Facebook 跟 Instagram， 那我再安排我们的 vlog 看要去哪里了哈、short trip、还是哪里了哈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 join。 Of course、有兴趣参与，对对，你讲的对，你讲到一次讲到一次，对着我的观众讲到一次，有兴趣的话可以 join 我们。对啊，你留言告诉我就可以了，有兴趣参与在我的 vlog 出现做我的嘉宾的留言给我， OK， 我会联络你，我欢迎其他的 YouTuber 也是可以联系我一起合作录 vlog 一起出去，还有观众所以有兴趣的话 join me OK， 留言给我啊，所以我们到时见，拜。下集预告，下集预告，点解我爷爷笑得咁开心呢？讲咗啲咩嘢呢？想知道嘅话，记得留意我下一条片段咯、如果未订阅我嘅话，请记得订阅我，咁你就唔会错过我下一条影片噶啦。睇完影片之后，请记得俾个 like 我，呢条影片都系、俾个 like 我，分享出去俾你嘅亲戚朋友，同埋关注 follow 我嘅 Facebook 同我嘅 Instagram 哦。我哋下条片再见。